ヒバーラ。行くわよ。変身。キバーラ、やっ、ふっ、ふっ、ふっ、ああ、大家好，我是大成哥，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 SIC Kamen Rider Decade 里面的女骑士 Kifana 的 SIC 改版。你会看到这个 Kifana 就是整个以一个白色还有紫色做一个主调，然后配上不小的蝙蝠的元素。其实这个角色呢一直都很想做出来，最近呢有一个叫东 1.2 的大师傅，他就已经把它做出来往下有定，但是我喜欢自己做自己的版本。这个角色它的原型呢就是神奇女侠的 Multi Universe 的版本，然后再配上不小的这个 Kifa 的零件 Dark Kifa 的零件，还有 Dark Kifa 的头，它的腰带，然后呢响鬼的裙夹， W 的腰带，还有那个它的胸围 OK W 的手，所以就可以拼凑成整个的模样。我觉得的那个，因为每一个假面骑士都不是应该整个脸蒙起来，所以我就把它做成一个半蒙面色的状态，很像那个晚会的一个女嘉宾。然后你会看到她的眼睛是红色，然后她有一些红色的泪痕，那是复印他在戏里面要亲手一枪戳破那个低崎小明的那个心情，而且复印他因为他要变身 Kifa 的时候，他的脸上会出现一个纹路的形式，而这个把剑呢也是有一些血的痕迹的，就是反映出他的伤心的心理状态。好了，大概就是这样。好，喜欢我的SIC 的记得留言分享，然后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